早安，现在六点半，我们要出门了。被去比赛了，耶！我不要。Go go go！ Hello， Happy Man， Super Super Happy Man！ 我都做不到嘞，我都做不到嘞。干嘛？我现在来美国呢 ，meet 我的 brother， 他们也要打比赛。看到那个死肥子，死不一定啊。不一定啊，我们 heavyweight 的传奇，想当年 sprinting 还要跑赢我嘞。啊，你有跟你开玩笑，你以为我玩蛮难的？等一下，我们就要看我们的 Richard 狗狗表演了。我觉得我大概两秒钟就出来了。哎，丹，今天衣服我不懂杀到哪里去了。哇，这件超怀念这件。青筋裤。想你们三个有什么感想？现在？很紧张啊！你紧张吗？我们才打两然后。有一个突然间加场打三然后。真的紧张，我看他冒出来就想弃权了。人生好累啊！我只是来拍 vlog 嘛。来 vlog 啊！来拍 vlog 嘛！你别掐掉穷人就出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打比赛就是为了早上的美国人。有点肤浅。好了，你们吃早餐先，等一下再聊了，拜拜。Hello 早。我不要理我啊！你找我？我不要理我啊！你找我！我刚刚跟你打招呼，你不要理我。你有看到我在听电话？我录下去了哈。早安。我们成功的话已经摆那里。精彩的吗？啊，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们的嘛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我第一刀就出了。这件裤子有点厉害，真的有厉害，还穿得住。没有身材像你这样大起大落，这个才是人生。经济先。哎，冰龙面什么猪肚？哎，打猪肚啊！哎呦，打猪肚啊！
电子的吗？脚要电子的吗？脚板那个不用啊，那个不用，那个不用。很紧张吗？浑身紧张。我们可以紧张，不过我们不可以怕。怕我们会不会死啊？把那个 Iron Man 样。来啦！飞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比赛了，要 stand by 了了，准备了了。我就对着镜头飞了。喂，哥哥，俺玻璃哥，玻璃哥，啊，玻璃哥，学生赢输不要紧，我会尽力。运动加油。杯子什么感想？杯子大点一点了没？粘不到啊，杯子太肥了，粘不到啊。深呼吸。
下就到你，不要笑。我比较瘦哦。屁呀、啊！他瘦哦，我肚子比较小哦。加油！耶、yeah, ，nice， yeah, nice， 再见！来！哇！再来来！接！魔刀就有分量了。哇、哦！不要转头。来，可以。切。
分数零掉，我还想要帮拍一下。啊，分数。你要记得赢跟输不重要，明白吗？你可以紧张，不过你不可以怕。你面对几厉害的对手都好，你还是要打。今天要打的不是赢，要打的一种精神，明白没有？你看到我被踢头吗？你看我跪下去吗？你看我再站起来吗？没有关系，输了又怎样，赢了又怎样？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但你要输到被人尊重，明白没有？我不是输了，我就很垂头丧气，没有关系的，明白没有？等一下你打要打好来，明白吗 ？OK。如果我扣分的话，你要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要爆啊！打就对了，好。OK， 加油，拜拜。好吧，我们等一下就看吧。好吧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拿奖。Yes。对，今天打完了的感觉都还不错的，虽然是差点被 K 倒，给自己学生的学生 K 倒，给自己的孙 K 倒。我觉得这次比赛哦，就是要验证什么长江后浪、推前浪、推前浪、死在阿莲娜上。所以我觉得输给后一代。这是光荣的，不然这样啦，我们明年再来，但是我们真的认真练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敢不敢？不敢，不敢的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也是不敢，我不行啊。我们来参加，志在参与，志在参与，真的给后一辈的鼓励。没有想到后一代的水准那么高吗？没有，我只可以讲，现在的打法不适合我。我们。我们被淘汰了，我们的那个时代的眼泪，所以没有关系，玩玩就好，不用太认真，开心就好。我是我说上面，我也是这么说。好吧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拿奖吧。耶！拍他们，拿奖哦。我们来四个老人家，三个拿奖，加起来100岁了。他准备拿大岁数哦。够高。还没摆了，100。Let's go。Tarshan Kumar dari ACS Taekwondo Club Gunalin